看我的厉害，一定可以叠上去哦。啊！哎呦，怎么又掉了啦？嗯，没关系，再来一次，这次一定会成功哦。失败，失败，还是失败，不好玩。嗯，魔镜，魔镜，甜甜仙子，快出来！妈妈，你在找我吗？甜甜仙子，这个积木好讨厌哦，不知道是不是我手比较短的关系耶，所以积木一直抖。默默，你玩积木玩到生气啊？哈哈哈哈，你好奇怪哦，别人都是越玩越开心，你怎么会越玩越生气？因为我一直失败嘛。哦，失败，那就再堆一次啊。哦，甜甜仙子，你不是会变魔法吗？哈哈哈。我会啊，怎么了吗？你可以用魔法帮我把积木堆得高高的吗？当然可以呀，没问题。看我的厉害，甜蜜啦啦！哇，甜甜仙子，你好厉害哟！早知道就请你用魔法帮我变成功就好了，就不会一直失败了。哦，妈妈，原来你是因为害怕失败，才叫我用魔法帮你的。我不是怕失败，我只是一直不成功。哦，妈妈，你想一下哦，这个积木堆得那么高，是我用魔法帮你的。如果你是用自己的双手把积木堆得那么高，你不觉得这样子比较有成就感吗？我知道啊，可是他就一直不成功嘛。不成功就多试几次，总有一天会成功。那会是哪一天？我也不知道哪一天，但是相信我，只要你继续努力，有耐心，坚持不放弃，成功一定会来找你。就像玩闯关游戏一样，一直玩，一直玩，就一定会过关的，是这样吗？就是这个意思。重点是要有耐心，不要放弃，知道了吗？我知道了，那我再来挑战看看。好啊，妈妈，加油加油！蹦卡，那我要开始喽。妈妈加油，妈妈加油，加油，快成功，快成功了！啊！耶！我成功了！妈妈好棒！妈妈，你看自己完成的事情是不是很有成就感？堆积木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嘛！哈哈哈哈。